高兴，在这隆重的举行了山东浩海数据装备有限公司西矿船的下水典礼。借此机会，我代表山东浩海数据装备有限公司的全体员工，向来出席下水仪式的各位领导、各位来宾，表示最热烈的欢迎，给予该项目的支持和关心帮助的各位领导、各位同仁和朋友们，表示最衷心的感谢，以致最崇高的敬意，向日夜奋战在一线的广大员工表示最亲切的慰问。